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网红天团这群人团员之一的殷生长相甜美，近年来在戏剧方面表现突出。先前他被拍到与林书鸿互动亲密，暧昧指数破表，今日他秀出婚纱照，性感模样让网友惊呼要嫁了吗？殷生近来在电视剧《高塔公主》中有精彩表现，今日他在社群网站分享多张穿着婚纱的照片，似乎是为剧而穿。只见他身穿细肩带纯白婚纱，露出纤纤玉手，胸前的开高叉让事业线清晰可见。虽然中间用薄纱遮挡，但几乎开到肚脐的设计仍让赖度突破天际，并能看到白皙美乳的浑圆轮廓。他将一头长发挽起，显现出高雅气质。近来有关他感情的传闻不断，粉丝们见到他的婚纱照难免想多，直呼我一看到以为你要结婚了，立马心碎，想要结婚的概念。殷生近年来表现不俗，翻摄自殷生 IG， 殷生又穿婚纱大秀性感身材，翻摄自殷生 IG， 殷生感情生活备受关注，翻摄自殷生 IG。